高高，高高，你的脚怎么了？高高了。脚受伤了呢，带你去看医生呢。右边还是右脚？右后脚。嗯。那要开刀吗？要开刀。之后小果嗨嗨，然后也是贫血，然后他有输血，因为他有手术，也是有发炎的状况啊，就是单核球部分也是高，就是发炎，然后他有艾利希氏体。那其他的话就是肝胆的功能高，这个应该是车祸所造成的。车祸？对啊，这个部分。